你过来给我磕头，磕那个戏，第一次讲磕那个戏，我才发现磕那个戏真好用。哎，根本都是一只哦，跟人玫瑰银铃糕，伊根本都是一只哦，跟人玫瑰银铃糕啦。巧克力比那个戏上课了，昆明接线学小芬。你看就知道恰北北啊，哪有？你看在里面最耐人是谁？你这边什么小三的绝招吗？就是生儿子啊。里面好像也没什么招数，这个角色好可怜哦。最重要是无法找个死人报仇。邝明杰在八点档《天道》小三上位，成了正宫夫人。而苗可丽为了保护儿子，凯子老狐狸江国斌，还被逼出经典的恶女名言，骂人小教室上课喽。你叫我 Jerry， 我也感觉较亲切。Jerry 个死的啊！三十年前啊，就是因为你安尼赤白白，因为惊一下，唔知逼伊去外口发展呢。最狠的、哦嗯，比较少会有之前的所谓的 Licky 戏、嗯。但那天有一场戏，他们两个还约了一起来跪，跟我跪着、嗯，叫我原谅他们。过、嗯、来给我磕头，磕那个戏，第一次讲磕 Licky 戏，我才发现磕 Licky 戏真好用。有太多情绪，你是气到你真的不知道要该讲什么去表达、嗯，好像唯一这句话是真的可以。啊，磕 Licky 戏啊！我觉得他跟江国斌的戏。剧本我都看不懂哎，因为他那剧本是写台语剧本。比如说我会骂那个江国斌，就是嘎啦玫瑰也阴丁告，就是咬人的狗不会叫嘛。根本都是一只哦，嘎啦玫瑰阴丁告，伊根本都是一只哦，嘎啦玫瑰阴丁告啦。后面不能加啦哦，一加啦就落掉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我的角色就是一直要加辣，因为我那个就是我那种，对，后啦，我怎样啦，所以不能加辣。那骨笨都是几下？下面，嘎啷未飞的阴顶告，音要闭嘴，对不对？那骨笨都是几下？嘎啷未飞的阴顶告，阴顶告。你看，你讲阴顶告，阴顶告，阴顶告。我是无法懂。